为他说他会这个理解委会委任了三个，因为有还有三个这个工具才召开会议，他就不知道到底在这次的国会会议能够不能够有时间来召开，那这个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，因为这个已经拖了三个月了，而且应该立刻在甚至没有理由国大委员会不能够在这个月尾举行，总而言之他也应该定在月尾召开一个会议，不管三个工期有没有被填补，已经足够人数了。而且第二就是他说在第一次的会议会讨论关于韩前委的这个地位，但这个是完全的非常的荒谬的，因为前主席莫扎赞也有说，韩前委的所有的这个管理 YMDB 的资料，就没有提到管理在 PAC 的这个资讯，完全是他PAC 以外所得到的。RFA 应该叫这些不同的国会议员，那是任何的负责人，正式的向PAC 投报，说韩前委有办法犯规，有暴露管理这个在PAC的资料。而且才进行调查，不然的话，你有理由 ，RFP 说会，应该讨论关于，会讨论这个课题了。